先坐好，好不好？啊不，我不爱和你吃饭哦。你不吃呢？没安尼哦，没安尼哦。等下我点几做几盒。OK， 摄影组继续。我都可以，没关系，没关系。好，可以就坐吃饭了，好不好？好，那先我们高雄、屏东、台南、嘉义的贵宾，甚至还有人远从北部、中部、台东来的，我们这些科粉们，大家好，你们今天开心吗？开心。为什么开心？因为阿贝，我们等一下刚刚那个口号再呼一遍好不好？我说一二三，我们要喊给我们的阿贝听。一二三，好民不倒，欢迎你，台湾阿贝，我爱你。肉麻的好啊，没有关系，就是要尽情的肉麻。对，那个我这边好，我是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高品的管理员啊，毕新詹，再加上詹乔英。那我们高品总部的成立呢，是觉得说，在60年前，我们有一个很令人敬佩的医师，他叫什么名字？高品长。不是啊，我说60年前啊，60年前啊。蒋渭水哈，伊是一个戆人，伊册读遐尔悬，代志拢去做，医生不爱看，医生不爱做，钱也不爱赚，那摕一个保护啊，啊摕一个钞票啊，四个演讲红乖嘛，无要紧，啊无爱钱，但阿要爱做尔，所以60年后，我们台湾又出现了一个戆人，那叫什么？我们现在请戆人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好，
我们高屏地区的各位各部的朋友，其实今天站在这里哦，内心要讲的话是，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因为在2018年的那一场选举里的，我们用，因为我还是从头到尾哦，坚持理念里的，我要跟各位朋友讲哦，我们2018年这场选举哦，在蓝绿之间里的，我们坚持我们的一个理想哦。我没有再去办什么募款参会了，我们就是在网络募款了10个钟头，其中有3个钟头是宕机的哈，就募了9个钟头，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少少的钱的哈，就把这场选举打完。而且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理念的这样哈，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哈，在理想跟现实之间的这样，到底怎么取舍？我的意见是我们坚持我们的理想，只做最小且必要的妥协。但是什么叫最小且必要的妥协？就是 do our best。 所以这个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ings right， 你知道吗？我要跟大家讲，这也是我当市长4年多来的经验。我在礼拜五要出来之前，你知道吗，我们在市政府还在做这个，这两个礼拜在哈，在市长室内馆的接案会议哈，在一个 check。我跟大家讲哦，我每天早上哦，其实正确的时间是我的那个闹钟是6:25的，我每天6:25哦，闹钟一响这样，那我就起床。那在7点的时候就坐公车出发。那7:30在台北市政府主持开会。凡是大大小小的各局处需要协调的，或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东西全部都送到市长室会议的，然后有关的局处就来，我们就当场给他裁决。裁决以后，你知道吗？我会写会议记录，然后还会写那个最终事项。我们那个最终事项都会写说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那负责的局处是谁？然后 PM 叫 Project Manager， 就是这个专案的负责是谁？那预定完成日期是什么时候？所以每个局处都知道嘛，他现在被市长是内管哪几个案子，而且是让局处的谁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我要跟大家讲就在这个礼拜五里面在我们要离开，我们还在做我们那个市长是内管会议，因为每两个礼拜要结案一次的，就说这两个礼拜有多少个局处来做结案报告，你知道吗？然后每两个礼拜我们开那个结案会议他们我的秘书会把说这两个礼拜有几个局处来报告说他们要结案，那如果报告完我说 OK， 那就把它结掉。我要跟大家讲到现在我们差不多4年6个月嘛，台北市政府市长是直接内管的9720多件。我跟大家讲其实政治是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政治是吃苦耐劳的，政治是把人民的小问题解决了就没有大问题，所以我就是每天把我们遇到的问题一条条去解决掉。所以我还是要不想，我想今天大家其实讲太多也没有用，应该是大家吃完饭开始照相比较实在。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大家的支持，你知道这是我们在台北市政府很认真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为我非常清楚，你知道今天来这个地方，大家都是有自动自发，你知道我们也没有去，没有什么组织来，没有什么政党，你知道今天每个来这里的都是一种自动自发，甚至自己出钱出力，你知道吗？因为大家的支持，你知道吗？我们随时都提醒自己，你知道吗？在台湾有这么多人对我们有期望，所以我们都每天认真工作，你知道吗？不敢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继续的努力。所以大家放心好了，我们还是一样每天认真工作，你知道吗？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谢谢大家。有一番就是好激励的话，我在台下我都快哭了。虽然平常已经每天都看很多，但是我们再一次热烈的谢谢阿贝莅临我们高雄，好不好？谢谢。
我们都知道，阿北就是美平公公。那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也跟着他在身边已经至少20年一起嗡嗡了，对不对？对哈。我们知道是谁吗？碧如姐。对，好，我们请碧如姐为我们上来，就是说几句话，可以吗？掌声。今天还是很谢谢今天的那个粉丝团，然后因为这个餐会呢，大概跟我敲了快2个月，那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明天晚上还有另外一餐，然后那所以大概就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办活动，而且有这些志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真的很感动，非常有秩序的可以帮我们维持任何的场合的秩序。所以呢，其实我在旁边要讲什么话，我只要再次深深的跟你们说一声谢谢，谢谢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会更加油的，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碧如姐。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康粉其实也是非常劳苦功劳的一位工程，那我们请我们的会长，张会长为我们上来说几句话，可以吗？掌声，谢谢。各位我们高屏的客粉大家好。好，看你广播都算中文。我不是来支持，我今天是来跟大家站在一起，来帮我们阿贝加油打气。刚刚我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你们桌上每一个人都有拿到一支旗子？旗子有没有？旗子拿出来。哎，旗子要准备好了。这个旗子我是从台北运快递最快的，前天寄送，昨天中午就到达了哈。我们有看到旗子后面有3个英文字，对不对？我们阿北就那一天去了新闻媒体访问，就讲了3个很言下之意含义很深的用语，对不对？什么用语？天亮有没有？有没有下雨啊？有。哎，当天高阳落哦吼。哦。长桃竹苗毛落哦吼。桃竹苗毛。对，我今日台北来，台北嘛在落雨。哇，天亮下雨之后，然后就怎样？拜拜。他出兵对不对？科粉的素质都很高了，哦。那我们当然有时候为了让做总统可能有外交，对不对？也不是可能，是一定。所以阿贝的英文也很溜，哦。我们第一个一定叫 sunrise， 对不对？对。第二个要什么 rain， 对不对？对。第三个我们就要一起 fighting， 对不对？对。好，我们都来及时的哦，在我们在喊口号之前，我们借由各位的双手，谢谢我们科粉俱乐部所有的志工，在我们金牌哥摄影师的领军之下，全程跑多都来帮大家服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好不好？好。好了，我们都来及时的哦。我先随便讲一声哦。好。我喊，举起你的右手，我喊哦，你们就要喊柯文哲啊。再来，举起你的左手，你也要喊柯文哲。我再喊，举起你的双手哦。柯文哲。没有啦，他们有义务。就要喊，不能喊动算，你知道吗？不是，加油加油加油，好不好？再次举起你的右手，柯文哲。举起你的左手，柯文哲。举起你的双手，柯文哲。对，阿贝，请上台。来，我最喜欢做的是宣布开饭。开饭要那个，等一下喊哦，我们再开饭，好不好？来，准备好了没有？有没有天亮了？有。有没有下雨了？有。准备要出兵了没有？有。举起你的右手，柯文哲。举起你的左手，柯文哲。举起你的双手，加油加油加油！井盖看我搞，够了够了够了，什么井盖？来。举起你的右手，柯文哲。举起你的左手，柯文哲。举起你的双手，加油加油加油！哦，好了，开饭了，开饭了，谢谢，开饭比较。
较重要。吃饭，吃饭，吃饭，加班。好，我们大家就听阿北的话，我们先开饭。我们现在先吃饭，先停播。到达五一八餐会现场。好，我们柯市长已经就定位了哈，大家有没有很开心？有，有没有很开心？有，有。好，那我们先，我们餐会就正式开始了。我们先请我们高屏地区的版主代表，陪你，陪你，你在哪里？陪你。来，我们那个。我们粉丝呢就坐好不好？我们先就坐，请大家先就坐，不要激动哦。粉丝先麻烦先回位置哦。好，大家先就坐。媒体要不要先回？那我们摄影这边好了，摄影这边好了，摄影这边哈，这样子才能拍得到我照。大家坐好，先坐好，吃饭就开饭了哦。这样子恐吓有效吗？好像没有怎么办？没有哈、哦。那一二三，大家全蹲下来，看谁站着就是很明显，对不对？除了摄影组的人哈，现在先其他人先坐好，好不好？阿伯，我不爱和你讲的哦，已经讲了，没安尼哦，没安尼哦。那你我点几座集合？对，摄影组继续，我都可以，没关系，没关系。好，可以就坐吃饭了，好不好？嗯。好，那先我们高雄、屏东、台南、嘉义的贵宾，甚至还有人远从北部、中部、台东来的，我们这些科粉们，大家好，你们今天开心吗？开心。为什么开心？因为阿贝，我们等一下刚刚那个口号再呼一遍好不好？我说一二三，我们要喊给我们的阿贝听。一二三，阿贝的欢迎你，台湾阿贝，我爱你。你们好肉麻啊、肉麻的好啊，没有关系，就是要尽情的肉麻。对，那个我这边好，我是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高屏的管理员啊，毕姓詹，好，再加上詹乔英。那我们高屏总部的成立呢，是觉得说，在60年前，我们有一个很令人敬佩的医师，他叫什么名字？高院长。不是的，我说60年前啊，60年前啊。蒋渭水哈，伊是一个憨人，伊找读遐尔悬，代志拢去做，医生不爱看，医生不爱做，钱也不爱赚，
那摕一个保护啊，啊摕一个草球啊，四个演讲互关嘛，无要紧，啊无爱钱，刚刚你爱做尔。所以六十年后，我们台湾又出现了一个猛男，那叫什么？我们现在请猛男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大平地区的各位各俱乐部的朋友，其实今天站在这里哦，内心要讲的话是，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因为在2018年的那一场选举里的，我们用，因为我还是从头到尾哦，坚持理念的，我要跟各位朋友讲哦，我们2018年这场选举哦。在蓝绿之间，你知道，我们坚持我们的一个理想哦，我没有再去办什么募款参会了，我们就是在网路募款哦，12个钟头，其中有3个钟头是宕机的哈、哦，就募了9个钟头，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小小的钱的哈、哦，就把这场选举打完，而且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理念，你知道哈、哦，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哈、哦。在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到底怎么取舍？我的意见是我们坚持我们的理想只做最小且必要的妥协。但是什么叫最小且必要的妥协？就是 do our best。所以这个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ings right， 你知道吗？我要跟大家讲哦，这也是我当市长4年多来的经验。我在礼拜五要出来之前，你知道吗？我们在市政府还在做这个，这两个礼拜是吧？在市长室内馆的结案会议在一个确认。我跟大家讲我每天早上其实正确的时间是我的那个闹钟是6:25，我每天6:25闹钟一响这样，那我就起床。那在7点的时候就坐公车出发。那7:30在台北市政府准时开会。凡是大大小小的各局处需要协调的，或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东西全部都送到市长室会议的然后有关的局处就来我们就当场给他裁决。裁决以后，你知道吗？我会写会议记录，然后还会写那个最终事项。我们那个最终事项都会写说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那负责的局处是谁？然后 PM 叫 Project Manager， 就是这个专案的负责是谁？那预定完成日期是什么时候？所以每个局处都知道他现在被市长室内管哪几个案子，而且是让局处的谁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我要跟大家讲就在这个礼拜五里面在我们要离开，我们还在做我们那个市长室内管会议，因为每两个礼拜要结案一次的，叫做这两个礼拜有多少个局处来做结案报告，你知道吗？难道每两个礼拜我们开那个结案会议他们说我的秘书会把说这两个礼拜有几个局处来报告说他们要结案，那如果报告完我说 OK， 那就把它结掉。我跟大家讲到现在我们差不多4年6个月嘛台北市政府市长是直接内管的9720多件。我跟大家讲其实政治是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政治是吃苦耐劳，你知道吗？政治是把人民的小问题解决了就没有大问题，所以我就是每天把我们遇到的问题一条条去解决掉。所以我还是要不想，我想今天大家其实讲太多也没有用，应该是大家吃完饭开始照相比较实在。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大家的支持，你知道这是我们在台北市政府很认真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为我非常清楚，你知道今天来这个地方，大家都是有自动自发，你知道我们也没有去，没有什么组织来，也没有什么政党，你知道今天每个来这里的都是一种自动自发，甚至自己出钱出力，你知道吗？因为大家的支持，你知道吗？我们随时都提醒自己，你知道吗？在台湾有这么多人对我们有期望，所以我们都每天认真工作，你知道吗？不敢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继续的努力。所以大家放心好了，我们还是一样每天认真工作，你知道吗？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谢谢大家。
来让我们就是先有一番就是好激励的话，我在台下我都快哭了。虽然平常已经每天都看很多，但是我们再一次热烈的谢谢阿贝，弟弟我们高兴好不好？那再来呢？我们都知道，阿贝就是美平翁翁。那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也跟着他在身边已经至少20年一起翁翁了，对不对？都好，我们知道是谁吗？好，对，好，我们请碧如姐为我们上来，就是说几句话，可以吗？掌声。老板在这里，我应该讲话。不过我今天还是很谢谢今天的那个粉丝团，然后因为这个餐会呢，大概跟我敲了快2个月，那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明天晚上还有另外一餐，然后。那所以大概就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办活动，而且有这些志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真的很感动，非常有秩序的可以帮我们维持任何的场合的秩序。所以呢，其实我上楼没要讲什么话，我只要再次深深的跟你们说一声谢谢，谢谢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会更加油的，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碧如姐。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康粉其实也是非常劳苦功劳的一位工程。那我们请我们的会长，那会长为我们上来说几句话可以吗？掌声，谢谢。这个各位我们高屏的客粉，大家好，好。今天广播都算中统，我不是来试试，我今天是来跟大家站在一起来帮我们阿贝加油打气。刚刚我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你们桌上？每一个人都有拿到一支旗子，旗子有没有？拿出来。哎，旗子要准备好了。这个旗子我是从台北哦运快递最快的，前天寄送，昨天中午就到达了哦。我们有看到旗子后面有3个英文字，对不对？我们阿贝就那一天去了新闻媒体访问，就讲了3个很言下之意含义很深的用。对不对？什么用语？哎，天亮有没有？有没有下雨啊？有。哎，那天多用罗哦。哦。啊，长桃树苗毛罗哦。但不用那罗。对，我今天大半晚大半晚在罗哦。哇，天亮下雨之后，然后就怎么样？那出兵对不对？科本的素质都很高了，哦。那我们当然有时候为了让做总统可能有外交，对不对？一不是可能是一定，所以阿贝的英文也很溜哦。我们第一个一定叫 sunrise， 对不对？对。第二个要什么 rain， 对不对？对。第三个我们就要一起 fighting， 对不对？对。好，我们都来及时的哦，在我们在喊口号之前。我们借由各位的双手，谢谢我们科本俱乐部所有的志工，在我们金牌哥摄影师的领军之下，全程跑多都来帮大家服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好不好？好，好，我们就来及时的哦，哦，我先随便讲一声哦。好，我喊，举起你的右手，我喊哦，你们就要喊柯文哲，啊，再来，举起你的左手。你也喊柯文哲，我在喊举起你的双手哦。柯文哲没有啦，他没有听，就要喊，不能喊动算，你知道吗？不是，加油加油加油，好不好？再次举起你的右手，柯文哲，举起你的左手，柯文哲，举起你的双手，柯文哲。对，阿贝，请上台。哦、来、啊，我最喜欢做的事是宣布开饭。开饭要那个，等一下喊我们再开饭，好不好？来，准备好了没有？有没有天亮了？有。有没有下雨了？有。准备要出兵了没有？有。举起你的右手，柯文哲。举起你的左手，柯文哲。举起你的双
盖看好搞，够了够了够了，全部举盖，来，举起你的右手，柯文哲，举起你的左手，柯文哲，举起你的双手，加油加油加油，哦 ，OK， 好了，开饭了开饭，谢谢，开饭比较重要，吃饭吃饭吃饭，加班。我们大家就听阿北的话，我们先开饭。我们现在先吃饭，先停播。